我说等你等这么长时间了啊，人不知道还以为我在这梦游呢。我这都紧赶慢赶呢，不就是一盘磁带吗？可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传个好信儿啊！我让你带您录音机带来没有啊？我警告你啊，这可是我在单位说了一车的好话才借来的，要是不好听，啊，得我一直靠肚子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你怎么说都行啊！来，赶紧把那录音机拿出来，来，走走。 包拽着。哎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来。 开始了。哎呦喂！真没想到啊！ 歌还能这么唱呢？这叫气声唱法。我去学的吧。这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你原来听过这歌？嗯。 我是带着批判的耳朵听的。哦，哎呀，那你赶紧把这批判的耳朵借我用一下啊！你让我认真仔细的批判一下，好吧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无论怎么批判，我都觉得只有喜欢。我听听。 你干什么呀？我听一听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不喜欢，你也不允许别人喜欢啊！我下个月生活费就指着它了。